以下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我只讲一次，不要再逼我吃榴莲了。Okay, 我知道很特别，我知道很多东西，这个这里只有这个品种，这里有，但只有这边有，不代表这个东西是好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柯文哲也只有台湾有，代表他好吗？如果明天他选上，这段帮我剪掉。我的意思是各有所好嘛，有喜欢的，有不喜欢的。